是第八八八，麦当劳金银招财鼠来宝，现在开始迎接金鼠新年到，马上就让明视最强阵容全员总动员，大家一起动起来，拜年喽，恭喜发财，大家一起来，很好，再一个，挥挥你的双手，来接就是。阿哥哥，阿哥哥，再来一次，挥挥双手，还要一次。明视第一八八八，麦当劳金银招财鼠来宝。要抢要抢要抢！哎，不要抢不要抢！哎，还有没有？小心小心！等一下，你们抢得很激烈啊！哎，可是谁抢了我的鞋呢？是谁？是谁啊？我说的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啊？老师，潘若迪老师，你抢我鞋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抢我的鞋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颜色为什么会一样呢？真是没礼貌！你看你们这些人穷凶恶极啊！你们是饿了多久啊？我想好了，我你的衣服怎么了？我已经红包了。下次可以不要穿这个颜色的吗？哎，你穿这个颜色很危险。刚刚啊，哎，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哎，跳了个开场舞运动会，对，这是我们每年的精神呐。希望大家发的红包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但是瓜哥，哎，这里面不是现金呢？啊，是什么？不是铂金，哎，那个啊，乐透。那就更大方，每一张都可能中一亿两亿了。这个前面是美凤姐准备的红包啊，这是凤姐准备的红包，小小心意，小小心意，对对对对，美凤姐把每年的福气分享给大家，那大家每年都没中过嘛，对，今年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瓜哥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实质的鼓励的那一种的？当然有了，我怎么能缺席呢？我准备了铂金包啊，每年都有了，每年都有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铂金包在这里，谢谢瓜哥一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Are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. 你干什么？你现在干什么？他傻呀！傻你个头！傻傻吗？对呀，不是傻吗？不是傻，傻像这样傻的吗？这里面有钱呢。哇！我们都知道里面有钱，所以更要傻。对。不是，我们等的就这个时候。Are you ready? It's very good. 瓜哥，这个就是给大家原动力，大家有幸就有机会。这总共有十万块了，哇！今天十万块，对，我们马上进行精彩的游戏。好，大家一定要卖力，好不好？进行我们第一个精彩的游戏。耶嘿！接下来进行的地铁飞鼠迎新城。做到真的很厉害，你看这种游戏给架成真的是，真的，我觉得太震撼，而且在同类哦，高规格。今天还特别把这个各中好手请到节目中，让美凤姐啊开开眼啊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那就让小弟我来为各位报告介绍一下三位高手。第一位跑酷战士黄建华，20岁，在第一次地铁大赛中创下21秒佳绩，被瓜哥誉为空中飞翔的长臂猿。第二位23岁，攀岩界的超级星星林嘉祥，在108年全国大专杯攀岩赛中是勇夺2项金牌的冠军。全台湾最强饮料店老板杨胜宝，彰化人，曾多次在外景游戏中痛宰郭中佑，更在地铁大赛创下了无人能破14秒的纪录。今天这三个高手来到现场，哇，可有好戏看。美凤姐报告了，我们艺人其实也蛮厉害，当然了。参加这个真的很不容易，不是参加，是跟他们对决。来，我们叫郭中佑，郭中佑，欢迎我们
综艺大集合的新装闪电侠郭宗佑。接下来介绍的是，介绍的这一位是我们宜兰的醉树男，宜师达。一个我们要找外籍佣兵了，哦，杨将来了，杨将一定要杨将，欢迎 Brighton， 也很厉害啊，这三个对三个，但我们马上进行抽签，抽签了，上千头，怎么抽？怎么抽？我跟你很简单，你们一人先抽一颗球，我们先 Brighton 抽，你抽，哦 Brighton 抽了绿色，郭宗佑抽了，我连球都摸不到啊，黄色。OK， 于是答是红色。记住自己的颜色，你是红，红色，黄，你是黄，你是绿色，丢进来，往后退一步，你们抽到的颜色就是你们的对手。等一下，刺激哦！抽到对手，从那个出发，两边到那边抓金水，抓彩球，谁先抓到谁就获胜。哦，哎呦 ，PK 赛，一一对决会产生三个优胜者。是，在这一关里面，优胜者每个人先发两个铂金包。哇，就是两千了。来，请抽。哦，紧张了。老板会抽到谁？老板很厉害，很多。谁呢？红色谁？你就于思达。哇，发型好像哈。两个人长得好像哦。高难度。黄色，那你就不用抽了，你是绿色的吗？他绿色的站好了吗？都站在后面，已经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已经站好了，好，刚好，一切都天注定，看到没有？郭宗佑、于思达、布莱登和他们三位强者的对战组合让人期待。第一组先让黄建华对上布莱登，谁会胜出呢？第一组是布莱登对黄建华，谁先抢到这个金色的标夺标就获胜哦，可以获得两个铂金包，加油！预备，第三轮。这绝对是势均力敌的比赛，目前双方的速度感觉差不多了，但是黄建华已经过转运站了，接近我们的数值了，赶快拿到了，赶快拿到了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还好有摆垫子，哎，年轻人你很爆冲哎，对啊，出门也摔一跤，下来也摔一跤，你那边也摔一跤，今天来摔好几次了 ，Brighton。他速度快吧？太快了！我属猴，可是他，对，他是飞鼠。飞鼠。第二组请就位。第二组郭宗佑对林家祥，我们一人已经输一分了。对啊，要不要帮郭宗佑加油加油？郭宗佑，好，郭宗佑加油，跳第四环哈。对，不要，你不要紧握，你不要这样鼓励啊！啊，假运动破网。哎，运动。调戏我们了，起步太厉害，第四个厉害。郭宗佑，郭宗佑是率先抵达转运站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建强呢，他后来是拨快格，他拨快格哎，好快！我跟你讲，有能力这样调戏人，那你本事要很好，好厉害！我们地上的郭宗佑被他调戏，那还有谁能赢他们？没有人的，恭喜你，算你狠，好不好？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哎呀。三组请就位，于思达，你们两个有点像那个艺人呐，已经输两轮了。对呀，还不帮我们于思达加油一下 ？Luke 加油！预备，第三轮了哈，这是于思达，站稳站稳，对上饮料店老板，我这很难赢的，对呀，太硬了，太硬了，石达加油！好，饮料店老板跳四格。哦，他还给我，他还玩呢，好会啊！你不要跳了，太羞辱我，好会啊！
真的是很强，你还可以等呢。我们先颁第一阶段的奖金。哇，三位来宾都拿到第一名了。后面呢，他们还要进行更精彩的比赛。我们先颁第一个阶段两个铂金包。好，恭喜建华。两个铂金包。恭喜嘉祥。两个铂金包。恭喜杨爽。那。观众都在想说，他们三个比什么呢？那不是两个两个比吗？对啊，这三个怎么比？没有，我们会从这个放那个垫子在上面，开始一个环内一个人，这边站一个人，那边站一个人，一人一条地铁线呢。对，三个哨子一吹，他们开始跑。一直跑，追逐赛，追逐赛，追逐赛，追到最后一定有两个掉下来，一个还在上面嘛。是，那个人最后呢，就是获得我们6000块的。刺激的追逐赛，但是三个人因为刚刚费了很多力量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一人算很强的，是哦，所以耗掉他们很多体力，有吗？有会累吗？有吗？有，好好讲话，对对对，会讲话。一点点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哦，你还可以，强，礼貌上让他们休息，不然太刺激了。好，我们要现在呢，铂金包也要给女生福利，女生啊，你们三个休息一下。好，他们的比赛我已经介绍完了，接下来女生来抢奖金。女生怎么抢？怎么抢？这边走到这里来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走远的。这么好玩，当然也要让女生来体验一下。虽然体力上或许和男选手有段差距，但也是可以享受游戏乐趣的。就让方琪、陈芷涵、杜馨田来试试。第一位挑战阿乐，阿翔可是猜他荡不到第三环哦。阿乐，准备了，加油！记住，除了比时间快慢，还要比远哈。对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阿乐加油！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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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成绩了！哦，有了，他说要挑战自己哦。是第三环，第三个，花的好准啊！翔哥很准哎，他说他在三个。阿乐，我不会骂他，就认真，认真，认真，连笑的眼睛都没有打开过。很吃，但你真的很勇敢，一般人不太敢跳啊。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来，第二棒。好，目前最远的距离三环哦。方琪，方琪来。好，方琪跟他妈妈梁又南都有在健身。梁又南，千交代万交代，是说给他女儿很多机会。如果太烂就剪掉了哈。来，你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方琪来了 ，OK， 抓稳了，抓稳，抓稳，有了，有了，他破了阿乐的记录了，我们还在前进哦，而且他是单手往前哦，他会不会过转运站？过转运站，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走，他秒速已经，两手把身体撑起来。引体向上一下，引体向上，他自己掉那么久不容易，把自己抬上去啊！好，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，认真啊，认真啊，认真啊！他很想要往前抓，好有劲哎！他好想往前抓，认真，好棒，好棒！你只是经验不够，下次会走更远。但是你已经在里面非常用心，我们看到你前面就哦感动，对你很厉害，一姐，不错，坚持那么久不容易了，56秒。接下来子涵来了，子涵加油，安吉呀，子涵的名字，因为那名字我就把点都加油，子涵呢，加油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子涵加油，加油，慢慢，子涵加油，好，陈子涵来做一个挑战。他也是有一手一手哦，来，现在开始抓两手了，开始抓两手的时候就是歪到不行，哦，认真哦，严那个表情非常严肃哦，哦，比较快啊，比较快，很拼，拉上去，一二三，弹上去，哦，抓住，哎呀，啊，有几乎女孩子过站都过不了终极站了，好厉害哦，哈，好，下一位哦，新田哈，你们注意看到九环了哈，预备。杜馨田，他现在也是一手抓一环往前摆荡，有数有数哦，撑住自己的重量，来得奖，为什么会一直踢吼？很奇怪，好像不是在游泳池哎，好像在踢水一样。好，往前呢，台北车站，把自己撑住，跨过去就是冠军了，跨过去就冠军了。手不够长，引体向上。他刚刚应该要利用刚才一摆荡持续走，接住吗？
你停上去就走最远了，你停上去就走最远了，两只手上去就有了，两只手上去，你的方式是对的，可以，尽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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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哇塞，好有力哦的，这女生真的好厉害，厉害。已经很棒了，可以抓成这样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男生到那个转接站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这样跨过去？他们手是扶哪里？男生有力，他是手比较短，他是扶那个前面那个圈圈。女生比较没有办法，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，巨石。哎呦，不是每个男生都那么厉害的，前军众来上。是小泉哥刚刚在下面说，哦，这很简单，这个人来请上，请上，比例比较接近灵长类哦。灵长类，灵长类，突然感觉，不要做效果。上去就软腿啊！光哥这样有那个铂金包吗？有有有有有，你跟他们竞赛，你快还是有奖金的哈。来，小泉，灵长类哈，真的假的？来，两环了，我来三环有没办法哦，过来，全哥加油。的表情，好，很认很帅气，自己以为很帅气的表情，还有没有办法到转运站？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，转运站，转运站，上上上，出手啊！手指，小钱，引体向上，小钱，小钱哥，出手，出手，不要放弃。哎，像你，没有来不错了，走完了。就像你报告，不是每个男生都可以过来。那刚刚那几个真是很厉害，刚刚那几位真的还是要一点本事。谢谢钱军总啊，谢谢。女生都很努力的完成了个人赛，瓜哥也大方送每人一个铂金包。阿乐虽然只有三环，但新年也有红包拿哦。接下来比赛很简单。就三个人站不同的线，哨音一吹开始追逐，拍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下了，先暂停，剩下两个人追逐。哦，对，因为你拍他不见得马上下来，后面就追上来了，只要拍到比赛就暂停了。好，来，了解。接下来进行追逐赛，对，追逐赛，进行我们追逐赛，来，好，加油！三位厉害的高手将一人选手全部淘汰，抽签选出顺位，第一顺位跑酷战士，第二顺位是饮料店老板。再来是攀岩高手，究竟追逐战谁会赢得胜利？第三名呢，我还是搬1000块，还是有奖金的，对对。然后冠军就6000的，亚军就3000了。哇！就这回合我要搬10000块奖金。谢谢瓜哥，谢谢瓜哥一下啊！对对，都是瓜哥提供的。对，过年因为这一环真的很辛苦。是。另外我们加红包的美凤姐只有自己想要搬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都要想清楚，都要，好都要啊。来注意哦，来哦，听哨音就这样啊，就开始精彩哦，预备哦，逆时针跑，追逐赛，加油！好，到底谁会先抓到？到底谁会先抓到？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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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血耻！你要血耻？你血什么耻啊？你不是出门就摔跤，出门就跌倒？你今天总结跌到尾了耶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来就位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再紧张了啊！预备，死鸡，死鸡！好，比赛开始了。那个杨老板现在又摔，咔咔咔咔咔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力，没力。好，来。好，他已经是结束了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颁一个铂金包给他。好，来的都是我们的贵宾啊，谢谢。对，红包，再一个红包，谢谢。红包，红包，也要鼓励他，他很认真啊。对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让郭忠佑顶替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郭忠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，还是不想赚，可以不想赚，那个又没有没有要，反正不然啊，要，你还有弟弟吗？我当然有，好了，那你就那个好了，来请就位。刚刚三号啊，身体不适，我们就顶替上了郭忠佑。红毛，你要给什么建议给郭忠佑？喂，忠佑，房东来了。想着后面是房东，你不是要以追人为主，你要逃命为主。对，要逃命。你们，你后面是饮料店老板喽。郭忠佑啊，小心啊，饮料店老板就要来了。现在三单的速度其实差不多，也是比一个内力赛啊，有人摔下来了，也是比一个内力赛啊，有人摔下来了，有人摔下来了。
下来下来，有人猜了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攀岩高手，你看也是年轻，对，也跳了好几次。这个我们也搬1000块了，要要要，谢谢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那谢谢，哎，红包给你们，那美凤姐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嘉祥。那现在你们两个决赛要真的拼是吗？有啊，但在一半呢，对对对面了，现在距离是一样的哦，要让你们决战哦。来，所以转过来，郭忠从那边跑，他从那边跑。好，如果追不到对方，刚刚就会有掉下来的情形，体力不济的掉下来呢，只有还在绳索上就冠军了。哦，你们国昭，国昭，国昭，加油！好，地铁大战的冠军赛，这是一场追逐赛。那到底是郭忠佑可以追到老板，还是老板要来追郭忠佑？除了在比耐力、比速度，这是一场耐力大赛，看谁撑得久。目前双方是，哦，感觉上差不太多了。都来了，好，没有，老板有进阶一点点，老板有进阶一点点。郭忠佑快没力了。郭忠佑快没力了，这一把没抓到。郭忠佑，房东快来了，快点！房东来了，房东来了！郭忠佑加快他的速度。我快接近了，哇！好看的一场追逐大赛。房东有一点累了，房东有累，那就看谁撑得久了。房东了，房东了！郭忠佑本来是两个还两个，我们跳下面一个一个了。房东来了，房东，房东的门铃了，心中闪电侠。郭忠佑，两枪厉害，两枪，太精彩了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哎，终于跑了两个礼拜，被房东逮到，我真的觉得好抱歉哦。郭忠佑那么卖命的在做这样的比赛，我们在下面说房东来了，快跑！一直笑。接下来就实质上要补贴了，要补贴一下，补贴一下。我们先请美凤姐颁红色红包，那先颁给冠军，恭喜亚军，新年快乐！好，郭忠佑也有红包，一个3000块的，3000块，好，哎，不要说没有贴你房租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这个缴出去最起码可以延半个月。2019都是靠瓜哥在撑。没，应该太优秀了，你们的表现让我太感动了。哇，饮料店老板你真是声名大噪了，大名叫强了，杨胜宝，杨胜宝，76000块，辛苦你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辛苦钟佑辛苦了，谢谢你们卖命的演出。哇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哇，大家都以为这样节目结束，没有，不是比完了吗？接下来比前面还精彩的，真的吗？哦，什么？他这个人出场要从空中下来的，真的假的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来历？向各位介绍，他有那个攀岩界的桂纶镁，拥有15年的攀岩记录，又是一个攀岩高手。目前台湾在攀岩比赛当中最接近奥运国手，哇，厉害厉害，高手。对，将来奥运有攀岩，他有机会代表我们代表台湾去比赛。来来，今天从空中下来，一起来欣赏，来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李宏宇，在哪里呢？就是攀岩的高手李宏宇，哇塞！蝙蝠侠来了，蜘蛛侠，哇！哇，他一定很会玩，来掌声鼓励！太强了，太厉害了！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有看到没有？太难了吧，而且好秀气哦，好漂亮哦。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了大家好，我是红莹。红莹，攀岩界的桂纶镁，哎，有像啊，有像。今天这样欢迎你来哦，我们就是赚点奖金，好，您就爬一圈，好不好？爬一圈，因为女生爬到这里换转运站都赚了，对，他们刚刚那个都过不了，转运站都过
过不了。我们到现在洗白就换白白，我们看查甫囡仔呢，三年拢过。其实不用跟他解释，他刚刚在上面都有看到，女生都没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是，我怕他那个时候是睡着的了。刚刚我就听到打呼声，原来是你啊！来，请就位。哦，来来来，挑战一下。好，李红莹，红莹一圈就好，不用抢快。对，来一杯，享受。好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女生其实很有机会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她可以。好了，可以，刚刚一箭多两个，左右，八环跳，中继站，八环就要跳了。女生弄半天了，这样环境过去，哦，很轻松哎，她很轻松可以过这中继站，再过去一点，慢。不要掉下来啊！从容的换手，哇，这个耐力也有，很轻松啊。那摆荡哇，好强啊！直接过一个，上了，跳下来黄色就可以了，只要是黄色都可以。来，女生厉害，偶像，女生厉害，偶像，六个，叹为观止，能看到国手表演，偶像，六个，史上第一个女生过全部，6000块。真的是太厉害了！证明了只要苦练，女生也能完成地铁大赛的。希望她能完成亚洲赛，前进东京奥运，为国争光。相声的过年了，团团圆圆，大家都喜欢，重要。对，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。是，我也很高兴每一年能跟自己家人一样一起在那边主持除夕特别节。我也很期待每一年的，我也很期待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出道的时候，钻石舞台让我圆了一个梦。圆梦，因为我们在高中时期啊，在看电影都看林青霞的，什么突然有一年林青霞在钻石舞台。除夕节目跟我一起变魔术，关在一个小箱子里面。怎样？关两个人关在一个箱子。哎，你那心情有多紧张啊？我没有好记啊。等于看到心目中的女神。是。我的意思说，这个可以这么年轻就可以让我们圆梦了。是。美凤姐应该有。我也很珍惜，就是在有一年我做节目嘛，然后呢，刘德华。我们俩就会弄点小菜，然后呢就坐在那个茶几上，然后就在地毯上闲聊。还有一次跟周润发，还有周润发呀，哇，赌神呢，我们都比他们幸运吧。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身为前辈的，不能不照顾晚辈，也要帮他们圆个梦啊！他们到底有什么梦，可不可以完成？这个我们都没问。哇，瓜哥你好棒啊！红毛什么事？圆梦吗？我，你要干嘛？这个我也想要圆梦。如果说哈，瓜哥，我有问你吗？啊，不是。算，给年轻人。好了好了，这女神今天就在现场。那我们尽可能办。是，你想圆什么梦？就是要我跟这位女神有拍过5档8点档，我都是在她的周围，然后没有跟她演过一对。那今天就是想要请瓜哥帮我圆这个梦。那到底是谁呀？谁呀？现在演了5档哎。苏燕佩啊，苏燕佩。真的是货哦！哇，燕佩好多人喜欢，脸都红了，你看看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慢慢一个个来。你讲圆梦，你讲完了，你心意先旁边站。哎，还有谁要圆梦？还有大圆梦，谁？小钱，等一下，你再往旁边站啊。好，不是你的梦，你的梦我太难圆了，不是啊。我刚刚看红毛哥都出来圆梦，我也想要圆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厚纸薄饼，你这是我20年前的时候哦，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，那时候我还读大学。20年是谁呀？王彤。王彤出，他出道的早了，20年前。等一下，你要讲美凤姐，让我美凤姐是40年。对，那你不是在明视有演过戏吗？但是。跟他很少对到，他都演吉祥物的，吉祥物的角色，只是混在他附近的人而已。哦，好，跟红毛一样。那我知道，对，你只要人在现场，我们努力办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最后一个名额，最后一个。我也要圆梦。我今天哦是其实有一个梦，说你有要圆什么梦？我是一直觉得说，如果张家伟可以跟我演一对，
你的眼光跟我们一样好。是，我是他妈妈，你要一点，你要找我女儿，你要先过我这一关。对你嘉义，替嘉义赶紧拜你啦！哇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你们三个先旁边休息哈。好，先两位哥先。来来来，嘉伟啊，女生，来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哎，对啊，那个还有苏燕佩，苏燕佩，来，嗨，这里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今天不讲这件事，你都不知道人家正把你当做圆梦，真的，太好了嘛！那王彤就是配那个刚刚那个小钱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个张嘉伟就是陈润嘛，对，那个苏燕佩是跟王彤嘛，对。但是瓜哥不公。公平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男生梦，那我们的梦怎么办嘞？这样，三个进行第一名的就五个铂金包。对对对对，太好了，五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我再问一下，你们的梦是？啊，铂金包，小钱，小钱，陈润嘛，陈润嘛，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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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你知道吗？差点讲到别人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你好会瞧事情，好会瞧事情哦！你们就圆了女神的梦，他们就圆了铂金包的梦。对对对，好会瞧啊！那就二话不说，一人配一对。好，三个开始比赛。来来，团团圆圆的庆鼠年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是标准。哨音一吹，你们要合力过，掉下来那个人回来，不是两个人回来。那要到黄店下来，我吹哨子秒停。小钱跟王彤第一名有五个铂金包，对，五个铂金包。好，第一组来了，小钱在干什么招式？站都站不稳，这完蛋了，裤子破掉了，没关系，你要继续。你如果有五星在，可以去秒数还在跑。对，你平常不是学星星吗？什么这么不灵活啊？你不管别人呢，出太快了，你点那个旋转木马，再看问题不？抓住，王彤抓过来，哦，圆梦，抓到了，王彤小心，踩过去，快点，对，踩过去，哦，很好，对啦，男生要帮助女生的，奇怪 ，OK， 小心 ，S， 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圆梦。真是让永生难忘啊！三十年后还可以回味这一段。谁去拉第三环？谁要拉第三环？谁要先出去？还有，小心啊！不要摔下，不要摔下来！脚嘞？放一下，太短了！一起摇摆前后，前一路根本就是公器私用嘛！你们到底要不要去第三环？小钱，他建议你不让他去吗？王总可以看到，他其实非常卖命的啊，非常认真的，很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往外面穿，然后去拉到第三环。好像长龙跟我，还好有王总啊，小钱，不然你们怎么过得去啊？还好王总厉害啊！哇，糟糕了！因为小钱的手短脚短的，好拉到了，王总上来。踩上来，哎，现在第三环就在你们的身边。王彤，你其实可以荡过去到黄店了呢。王彤，你这样手不行啊，手这样抓不行，脚夹过去。我就主席帮他爬过去了，王彤爬过去了。小杰，不要掉哦！哇塞！王彤金钟啊！啊，现在各自在干嘛？他去荡啊！前面的人表演什么？你们现在叫做自己玩自己的。掉下来！对对对，王总，掉下来重来了。哇，好累哦，我看好累。你是说？小钱，你一个人玩很久。累，进展。裤子真的破了，赶快抓！这组大概有500秒了。抓到了。好，来。好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这一段要认真一点，因为您这边不辣了。反正不差那100秒了。哎，应该不辣，因为玩太久了，主要圆梦了啦。哇，这一票玩到底哦。哎呦，王总没力了吗？有点熟了。王总，你先用坐的，手机，哎，抓哪里啊？这组严重的违反游戏规则，犯规了，淘汰了哈！来来，啊，你规个两个都要想起来了啊！有圆梦吗？有，圆梦就好了。来来，有啦，辛苦了，哇，很累，
先休息一下，谢谢一下，对，大家要努力啊，好精彩哦！来第二组，第一组没成绩啊，你们三个都没成绩，奖金就不用送了啊，因为好，加油加油！第二组红毛来了，红毛加油！哎，红毛很快的来到了第二个环了，哎，你现在让第一个环跟第二个环，我那些卡都讲错，你看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赶快坐好蹲好，啊，不然这样卡到很痛。你不要往我的圈圈啊！自立自强，他直接自己上，不要自己玩起来啊！好，红毛你要去抓环呐，帮那个叶佩过来，抓到，抓住，抓住，来，抓到了。啊，你坐这样很危险，应该很容易掉头栽哦。叶佩佩过去，哇，这个，哎，踩上去，抓第二个环，踩上去，快点！踩中间，踩中间，踩中间，他又不敢踩，要是我就踩上去。你们这个过关就有成绩，因为第一组已经淘汰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你是很有厉害哦。好好好，加油加油！但是你背面啊。不要背面，有准备是加油。对了，红毛他现在有经验，现在站得好好的。对，很累哦，很累哦。好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输了别来哦。现在两个现在聪明了，聪明了，制造第一次在失败的经验。跨脚了，燕佩跨脚。感觉这边这组很有默契耶。哎，小心啊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又下来。先做好，先做好，对对对对，红毛发出信号，抓好，抓着，别抓，别忘了，别忘了，好戏，来下来下来，哇，好难哦，很难的，好难哦，来快快快，红毛快，哇，叶佩说你要转过去，不要正面朝他啦，被你完成重量版的了，不想。好，这是你们第三 round 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要完成了，要没力气了。好，有了，快没力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不然都没成绩，没成绩我就省钱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替瓜哥省钱了。对，不要替我鞋子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鞋子掉，没关系。好，终于来到第二环了。那个位太远，那个位太远，荡一下，荡一下，就快点荡一下。真的，红毛，你在好像在做旋转木马，晃一下，晃一下，燕佩抓住下，晃一下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用你的腰，好，抓好，现在红毛说叫他帮忙抓好，不是你要再晃，你要再摇一下，红毛现在蹲低了自己的身形，趴在圈圈上面，一副要夺龙船螺这个夺标的姿态，好难哦，对对对，要夺标。感觉手比较紧，这距离好像很远。可是人家刚刚王彤是有勾到的哦。没错。红毛你做这样，是不是有点好可怕？是不是？快站起来！赶快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输的输的没有没力了。你们玩很久，这个心理上现在蛮大的。红毛后悔，不要圆梦了。踩他摆荡，踩伸长了自己的身子。我们看到燕佩踩着红毛的大腿左侧，有了有了，快了，再踩点，踩点，踩点，不要再滑下来了，加油吧！这是特技表演，现在看到的确实是特技表演，我做第三个啊！哇塞，这个比国际吊环比赛还精彩，是空中飞人，哇，这个体力累了累了累了，我瓜哥来帮忙，哎呀，瓜哥。我现在变近了，现在变近了。蔡生意，蔡生意，瓜哥，即使不动，他的票真的不行了啊！放心，没力气了，没力气了，就这种身体还要圆梦，气烂臭了。为什么男生都卡在第二环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去抓第三环呢？为什么？抓不到，抓不到，太短了，长度不够。太远了吗？对，差一点，20公分。可是刚红王彤的那一组是有摸到的。对，这个圆梦啊是可以检验男人身体好坏。Oh my god！ 哇，他这样完全不行，还显得很累吗？还蛮累的。第三组过关就有奖金了。第三组，第三组。就有机会5000块了，只要过关就5000块。求稳，求稳。但是你们如果像刚刚那样没体力摔下来，我就是判弃权了。来，预备。好，第三组上来了，陈润率先进攻，加油！好了，右脚，现在要去勾第二环。哎，你到底要做还是站？加油！好，现在第一个都过得，都不行，距离
简单，不容易。手手动。好，要过去。有在抖了。哦，有在抖。这位上，这位上。抖。他来到了第二个环。哦，这个好像比较顺手一点哈。OK， 陈润现在站好第二个环。可能因为在第三组前面两组看到缺点了，可以改进。学起来，学起来了。手抓一下，对。手抓一下，然后脚步。哇，手脚步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哇，这个劈腿就是一个优势，对对对，那要靠嘉伟劈腿，勾地上台吗？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你们不用跟，只要过关就没有跟人家比赛。太稳了，太能 Q 了，太能 Q 了，哇，速度很快，体力明显比上两组还好。哦，这一组完全靠嘉伟。你小心，有没有碰到？有碰到，脚有碰到。好，下来，张嘉伟快跑，不用急啊，脚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只要过关就第一名了。对，你本来就过关第一名，你抢什么时间？你没有体力。对，这组战斗力，抓脚来，抓手，抓脚，抓脚，抓脚，啊，对啊，手抓手，你不要摸拖鞋啊。好，哎，嘉伟和皮腿真的有差啊，跟前面两位选手就能 Q 啊。哇，好痛哦，争取到好多距离哦。对。台下会晃，所以哦，可以。哦，还好，因为这个摆荡让陈润呢抓到第三环。有了。哎，好，加油，继续加油。两个人目前在二三环的纠结。哦，小心了，抓好，抓好，就在不远。说真的，第三个环好像也比较不容易。这个难，牺牲打。你卡这样会没办法过去啊。加油，你不能这样过，你要从底下，从底下过，对。踩上去，对了，对，最起码还过一个了，哎，踩上去，哦，两个人都来到第三关了，成功过了，成功过了，几乎要过关了，不要掉下来，哦，嘉伟过来了，把他抢了，把他住，你拉他回来，拉他回来，不是绝对，他真的不理他了，哎，哦，拉他 OK。精彩，来来来，两位狼了，好精彩，厉害，真的靠着嘉伟拉近不少距离啊！对，我那个劈腿啊，那个来，我要颁奖了，这是第一名的5000块，哇，我今天命够的，恭喜嘉伟承认，恭喜。其他的呢，我觉得也都很卖力啊，真的啊，那个小钱，来，这一组最佳效果奖的，真的，眼前啊。最佳哈，最佳什么？喜剧奖，喜剧奖，林杰啊，跟人人皆有奖，还有给红包的美凤姐，辛苦了，美凤姐也颁给他们，包个10包给他们，好来，谢谢，皆大欢喜啊，新年快乐。好羡慕哦！我们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帮他们来圆梦啊！大家团团圆圆啊！圆圆圈圈特别邀请最有分量的廖慧珍，由在八点档中让观众恨得牙痒痒的两大渣男林泽熙和潘柏熙来挑战。我们还派出曾伟忠来支援，只要能将廖慧珍完美送达终点，瓜哥将大方送出8000元铂金包哦！来加油啊！合作版。好，现在三男互送一女，三个男生会有。首先，柏熙先来，不用抢时间，让你们过关就有了。柏熙，三个男生，他在跳芭蕾，忙什么？忙什么？我好急。柏熙自己在忙什么？柏熙先去第三圈。哎，柏熙脚好长哦。那我没带了，柏熙抢方向哎。哎，你先蹲着好了，蹲着先站着。对对对。推一下，推他一下，对。用手抓，加油！其实这三位男生都没有经验啊，你这样不会吐啊？我看了想吐了。你是想抓手吗？潘柏熙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左手不要抓绳子，抓环，对，伸长你的身体，对。哎，好，这是你抓第二圈。好了，赶快抓出去。哎，这样你可以上去吗？有点当兵的感觉。OK， 他现在已经在第三环了。对 ，OK。好吧，紧接着可以，这边动了，泽熙来了，泽熙，勾第二环，对，直接坐过去，刚刚好，三环要固定，他就能过了。这三个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帮。泽熙，他先把自己的屁股，泽熙放手，先把自己的屁股挪到环的正中心。放手，我不是叫你放手。我们现在看到，重点来了，二三环，先让廖慧珍先上来。
和伟忠在起点，看怎么帮忙。这样比较好过。椭圆形了。好，先一二环先对抓。怎么蹲下去了？他要站起。一二环先对抓，怎么坐下去？二三环在忙什么？一二环先对抓。好，成功第一步。然后呢？好，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好，接着就是好的开始，站起来，左脚右脚勾住了环，泽西，你去抓，你抓他的手，因为现在环有五中推，好，五中推 ，OK， 五中推去帮忙，可以进去帮忙，抓他的手，你是去帮忙还是去踹他？泽西抓抓他的手，伟忠抓二环，对对，伟忠赶快抓他的手，赶快把他推起来，对，把他推起来，拉他的手，伟忠放他，伟忠救他。梁慧珍，你现在先必须要稍微蹲坐起来。梁慧珍，你不站起来怎么过啊？你要站起来，你要站起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如果左右手都抓的话，你没有力量起来，你也得向海。林哲熙，你站在梁慧珍后面，当他的那个靠背，让他躺在你身上，把他撑起来。对对对，哲熙回来，哲熙回来。这招不错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那现在因为手不够，不够力量不够，他会得向海。加油！好，轻轻的，伟忠，你要轻轻的。可以，然后坐到他的后面去。四个人可以玩玩500秒，也蛮厉害。靠，让他依靠。我心里已经不小心踢到，快，走，拉他一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起来不简单，这一招奏效。伟忠的大腿就是他的靠背啊！你站起来了，好，现在换泽西表演了。泽西拉过去，泽西拉过去。那个慧珍脚到第三环，两个环靠近。加油加油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两个环靠近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先固定，先固定。你站起来，位置让给他踩。泽西站起来，泽西站起来，泽西蹲着，蹲着会站起来，没有空间了。哎，让给他踩。好，他自己先站起来。对对对，蹲一下，站得起来最重要。来来来，脚开拉过去。你的动作今晚被给阿妈做，妈做来，扭一扭一。哎，我去推过去，推推，哎接，哎，要要要有，伟忠是推啊，伟忠。哎呦，泽西拉回来，可以可以，他们拉到，他们拉。固定就好了嘛，你先不要推，固定固定住就好，你拉住就好了。二三环要接在一起，好好好，固定住。整个游戏就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加油！可以，我回身好猛，可以啊，这一下完全靠回身。哦，又卡住了，这一下来了 ，OK OK， 泽西，泽西，泽西，你放手，放手就抱他，抱住他。哎，对对对，有了有了，泽西抱住他。男生先到黄边区啊。你才能帮他嘛！先过关过去，伟忠过去，好，你才能帮他。抓他，抓他，把伟忠过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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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Oh my god！ 他把人送过去。你们过，你们过，你们过去啊！哎，先抓过去啊！伯西的环抓过去。哎，伯西，转转转转转，小心小心。过了就有了，过了就有了，慢慢来，小心。你耗太久时间了，哇，去微博了，好漫长的一段路，哇，好像放手放手了，刘教练，几秒？59秒，哇，来来，廖慧珍，好感人，姐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居然退了，还摔一跤了，摸烂了，真的已经没力了，腿软。来来来，看起来，看起来，你今天运动量也够了，很够，而且很快乐，很快乐，真的，你们很努力啊，这个很有默契，我相信观众看你很感动，就是团队合作，对，真的有笑有泪啊，哈，有啦，笑比较多一点，8000块，总共8000块钱。这力量大了啊！接下来进行更精彩的下个单元。好，
接下来进行生死欢舞大风吹啊！今天奖品很丰富啊，嗯，这个热舞大风吹呢，对，最后会剩下两名的优胜者，铂金包嘛，一个人各有两个铂金包，哇，再加上各有十个红包，哇，而且还送你日本，送日本，送日本，等一下，日本呢空运来台的亲生苹果，超好吃的，是，哎。就在现场看到没有？你看多难得，这空运来的呀，哎，好大颗哦，这是真的苹果，真的闻到苹果香。这个不是写上去就不稀奇了，是这个才八个月的时候就要中了，就像我们的这个名字上，对不对？是是，对对对，把名字贴在上面，而且这个贴纸听说还会自己慢慢长大，这样到十一月的时候，这是为我们这个今年呢，我们名师第一发所种出来的苹果，哇。青山苹果呢，它很特别，就是连皮都要吃。是那个苹果，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切？哎，是啊，对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我后来学会了，它必须要这样子，这样横的切，然后一片一片这样切，那个圆的这样，然后从中间拿，就这样吃吃吃。丁块丁块就对了。吃到那个中间的就不要。哦，这样皮都可以吃得到。那如果你切这样子的话，这块皮比较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谁种出来这么漂亮的苹果？明世啊，明世，你看。哇，明世也是的眼睛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待会你们获胜人就有一整箱了哈，一整箱的青春苹果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是苹果公主。哎，大家好，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皆さん、我代表は Wendy 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日本空运来台了。介绍一下自己，温迪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今年到日本去出外景拍摄旅游节目很多次，所以就特别为大家带来了日本直送的新鲜青森苹果。哇，是日本人，是台湾呐。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哎，好好，又有奖金，又有红包，又有苹果，哇，那一定要参与。是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开放给女生的，因为舞蹈属于女生的专长嘛。哦，你说热舞大风吹啊？对呀，我们男生就不要跟他凑合，男生跳舞谁看呐？耶，是是。但是也不是每个人报名参加，要先看我们要筛选一下，选六个，选四个，选四个，那个音乐放下去，你们就好好跳一下。我叶佩来跳一下啦，好了，还有你们的那个美女，来音乐 music， 幸福加油。炫妹，把你姐叫回来，炫妹来了，去哪里？脖子不舒服，我们过年时间啊也没那么长，如果是像跳成这样，就不要再出来了。谢谢，往后面站，往后面站。谢谢。来来，我这没有过关，像这个就不会入选了。不要浪，不要浪费我们时间了。来，音乐 music。来，一个一个。好。喂。你这个，你刚刚这样跳啊，哎，其实要跳四个方位。又不是打台，简直在拜神，怎么四个方位？你不一样，你要四个方位才能入选。对对对，也太难了。哎，你这样小助攻，哎呦喂啊！哇塞哇塞！可以了，好，来，入选的，入选的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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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是啦啦队，啦啦队的，你也是四个方位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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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可以的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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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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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入选，他跳的还不够，入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四个方位，一个就可以了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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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个方位，入选，哇。
个了，已经有六个了嘛。啊，六强四。对，来来，他们。啊，六位，六位，中间请，中间请。来来来恭喜你们入围啊！有机会获得两个铂金包跟一箱的青森苹果。青森苹果。游戏规则是六强四，然后呢就是五强三，最后的四强二，最后呢三个淘汰一个，三个淘汰一个，两个就共同冠军，就剩两位嘛啊。第一阶段要记什么题目呢？要抽签啦，适合自己的海鲜羹。哎，喂，哦，赶快记啊，可口大富大贵海鲜羹。好难记啊。张家伟佛跳墙，千正百味佛跳墙，这种个性。在八点档一定是演跳墙那种的，这肯定的嘛，丰富了，会演啦，会演，丰富了，对，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丰润吉祥，东坡肉，哇，怎么会这么合适啊？哇，这个凶狮子头，是刚刚狮子头了，哦，圆满如意，狮子头，对，营救鸡啊，长年鸡啊，花开富贵长年鸡，子涵呢？子涵的是昂琴咪歌，哦，步步高升，昂琴咪歌，昂琴歌，这样六个吗？好难记啊！来开始记，开始记，赶快开始记啊！好难。待会游戏开始之后，没有抢到椅子的人要把对方的名字喊出来。其实你很好记嘛，七个字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记他是狮子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有七个字。对，那东坡肉也很好记啊。对啊。你看他嘉伟，吃亏。看他嘉伟就是佛跳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跳墙的。对，那记三个字就好了呀。对对对。哦，不，七个字太难了。这六位辣妹是经由瓜哥独到的眼光选出的，他们究竟谁能突破第一轮的六强四，晋级决赛呢？来，热舞大风吹 ，Music Go。在塞车是不是？他刚刚都不走的，你要走啊！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然后跟吴宇轩，吴宇轩一直喊海鲜羹，海鲜羹。懒人一直喊猪头皮，猪头皮，猪头皮，哪里有猪头皮？不是，我脑中在想东坡肉，就出来是猪头皮，我忘了。东坡肉，东坡肉是他。记错了，东坡肉是他。我刚刚已经提醒你，这狮子头嘛。对呀。来来来来，你淘汰了。来来来来，三。哎呀，可惜可惜。五抢三，五抢三。来第二轮了 ，Music Go。加油！自霸，重点他起，他重点他起来，后面还在起，谁谁谁，找不到人呢，他找不到人呢，你为什么自己跳起来啊？因为我就想说，我先起来看谁起来。哦，先想好对不对？对，我一上来看到他，我就讲，我再跳起来，这样到底谁赢啊？好像好像是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是我们两个都判定是郭廷宇先喊出来。哦，我一看到你就是郭廖强。对对对，好嘞好嘞，等你哇，这两个经典人物终于对决了。那谢谢嘉伟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那四个起来，我这个东西啊，已经根深蒂固，大家想呢，想的太深了，我们要换题目了。换题目了。对，换题目了。那请站那边，来来来，四位，第二轮题目，来来来来。好，剩四个嘛。剩四位，重新再记。一个新的名字，对，刚刚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会是准备亮相哦，亮相十秒，预备，开始亮相。哦哦，五世齐昌，三元吉利，六畜兴旺，四季平安。好难哦，这超难。等一下，三，你们抽的正好三四五六，没有一二喽。哎呦，顺子哦，准备收。四位辣妹，谁能记得清楚又抢得到椅子呢？挑战决赛的到底会是谁呢？第三回合了 ，Music Go。耶！看啊，有拍手哎！这个不好记哦，不好记哦。哎呦哎呦！哦哟！队长以轩厉害了哦！哎呦，子涵厉害！哦哦哦哦哦！哎哎！
震荡起来还可以讲三元极地啊？他没有脑震荡，他根本就脑震荡，他摔下来爆吗？你是被他给撞飞的哟！在前面又爬过来了，撞两个人。没有，我刚撞他，我刚刚就想说，我记不起来，我就洗就走。他直接一撞，然后他飞去那里，止寒剂弹起就飞走了。所以他很难淘汰，他具有实力又有记忆力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，强哦！来，止寒休息一下，谢谢。眼睛止寒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你们接下来进入冠亚军哦。哎呦，你们三个挤掉一个就是冠军哦。没错，题目换一下，又换题目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轮了，哎，就挤掉一个人，两位就冠军了。哦，各有两个铂金包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苹果金身瓶。这一关就比较难哦，来，请。那这个怎么？第三句哎，这个是。因为既然是日本水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今天又带了新鲜的苹果来给大家，所以这个游戏我们就把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水果通通一并。对，这个是山里的水蜜桃，还有冈山的葡萄，大家也知道很有名。冈山、高雄、高雄的。对。哎，这新鲜苹果。新鲜的苹果。来，你们自己选。自己想什么？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帽子。水蜜桃也好可爱啊！哇，那我们再继续一下，好适合你们哦！啊，可爱，这个安全帽好可爱，对，大家不要以为跑着看到它就知道青森苹果或冈山的什么葡萄，绝对不是这样玩的。来，怎么不是怎么玩呢？你先拿着，哎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盖住哦。要玩什么？那会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什么？好，一二三，准备亮哦！一二三，准备亮哦！一二三，来，哦，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名字，不会给错了吧？不是看上面，不是看上面，看牌子。水蜜桃，哇，这很难的，被投毒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起来，请收起来。来，请就位最后冠亚军哦，大家认真哦，音乐 music go。的水蜜桃，你看。各位，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在讲，他喊得很清楚，这个青森苹果哦，那他也喊得很清楚哦，梨山水蜜桃哦，但是抱歉是山梨水蜜桃，差地名讲错，梨山，一直喊梨山，所以淘汰了，最后哎，恭喜两位，恭喜两位，来四个铂金包给我，来，恭喜郭廷宇。美容姐来先发红包给他们吧，来一人十个，还有两个铂金包，两个铂金包，还有这青森苹果，你们是哪个苹果？这确定刚刚说要这样切对不对？就要这样吃，要这样切啊！这给我，按几个按几个。这样吃，为什么这样吃？它有打，它有 star， 对，这个叫 star 卡。那因为它没有打蜡，所以果皮是可以直接吃的。而且，那今天带来的有三种青森苹果，有王林，有金星，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富士。很香的富士的。有些人吃到可能是酸甜酸甜，有的人吃到是有点像梨的口感，然后有的吃到可能是非常多汁的。而且它为什么这样切，你知道吗？像 Terry 就没有没有。对啊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他就这样切就可以这样。哇，还可以这样玩哎，怎么这样玩水果？天宇，在家里要拿这样子，拿中间，手尽量不要沾到。拿中间嘛，因为你请客坐远了就可以丢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方便哦。而且最后吃完的时候会剩一点点而已，不沾手，不会说剩一整个。真的，这个是不像姐一开始说的，要这样切，对不对？好吃啊，好吃，真方便，很香。谢谢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两位获得金色苹果。进行下一段精彩节目。好。这个游戏叫做金属翻腾跑跳碰。哦，厉
你看前面的道具就在这边了，有五个道具了。看这个阵仗就知道是我们以前的追赶跑，对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鼠啊，在笼子里跑，无非就这些道具了。哎，那跑多快啊！对，要运动啊，这是象征团队的力量跟团结的精神。团结力量是一组队是五个人完成比赛。好，完成比赛呢，第一名呢可以有六个铂金包。另外30个美凤姐，30个红包，哇，30个希望。没有第一名的也可以获得20个红包，哇，鼓励参加奖，人人有奖啊！这个游戏困难度相当高啊，困难度是在哪里？对，困难度就哦，这个因为呢距离很远啊，道具又比较软，我们请今天要精英版一开始就要推出好的哦。在我们节目当中，我印象最厉害的呢，就是郭宗佑，大哥。王级的，第二个呢，让阿翔跟郭宗佑当 leader， 好，哦 ，leader， 我来派人，对不对？我派出五个来玩嘛。不是派人，你要下来玩啊！什么是派人？派人让我队长，我再派一次人，你派一次人，那下面又派了派，派了什么时候啊？派人呢？你要点兵点将，郭宗佑也要点兵点将，你要点四个你的同队的人。OK。阿翔的四位组员是潘若迪老师、王彤、林柏宇，还有重量级的郭婷云。郭宗佑的组员是霍正奇、丁嘉启、林玉书及陈彦佐。好，你们是第一组了哈。对，你们婷云有玩过了，王彤跟潘若迪他们没有，我们都没玩过了。所以你要怎么指挥？目前来讲，我先跑第一棒，我看能不能把后面固定固定。然后老师你再过来，我先让你过去看看。然后呢，我会留在那边扶着后面三个女生。你要想，你还帮助郭婷云，怎么可以让老师先过去呢？你就第三棒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第四棒来，麦克风收了吧。好，来来。来一杯哇！基本上婷云能过这一关就过了哦。金属翻哇，跑跳快，哎呦喂哦！加油！可是这个距离对郭婷云来讲是很远的，对小优来说太紧了。这个是力量什么的。老师，我是健康步道。OK。老师都这样，往后面怎么办？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远了，跳太远了。我来前面他们跳不到了，老师加油，完全不够队员了。他过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其他女生怎么办呢？来，第三棒不好远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让他们挪回去啊？你先让他们踢回去，把他踢回去，踢回去，对，踢回去，再踢回去。你要固定吧，不然他怎么跳？郭婷云怎么跳？这个动作很软的，一跑上去就完了。跳舞哎，已经固定了。来来，老师。好，郭婷云，没人帮他固定啊。好痛哦，好痛哦。好，现在要把婷云救援上去，是吗？回去。省点力气，老师省点力气。对，老师用脚点就太难。翔哥加油，翔哥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是你刚刚自己弄那么远的，踢回来。翔哥跳下来一点，踢回来一点。是否要把第一个好的地垫往上？其实你刚刚顶住郭婷云就可以先跳过来了。对，你要不要顶住啊？健康步道，跳健康。好，接下来健康。哦，很棒，很痛的。脚底的，所以还没落地，成功率说的，来，好，王导也直接一次看到啊，对，不要踩断了，好，郭婷上去，老师，哎呦，过了，球过三脚，好厉害，现在简单的来了，翔哥。道具一个一个把它救援上去，哎，简单的过了，三个女生过了，接下来就是香香，达阵是啊，是不是象征着大家团结啊？这个没有大家团结，怎么能完成这个动作呢？感人啊，很感人啊。对，郭婷云啊，真的您真让我们大家感动了，有进步很多。今天应该是我有史以来，今年应该是秒速最快到的，因为你瘦很多了，对。
哦，这组几秒？85秒，恭喜你们，可能获得6个铂金包的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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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郭俊佑，来你的组员请上。第一组是85秒哈，你们要努力铂金包。郭俊佑辛苦你了，还是？哎，我怎么看两个圆筒在那边？你棒是什么安排？我们会跟刚第一组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真的吗？一点点不一样。卖个关子，来一杯。这个行。金属翻腾跑跳碰第二组，哎，开始！郭宗佑先来，郭宗佑厉害了，好心想，真的精神支柱，郭宗佑，郭正奇也是，身手矫健，先到尾线上，想一样的策略的啦，左脚固定圆筒，右脚顶着四个豆腐垫，加油，对，来了。尺码的裤子，没有，这太大了，加油！你个掐的哎！来，快，回去了，不要聊天了，不要聊天了。霍正奇快受不了，霍正奇快受不了了。怎么又受不了？踩到点，他怎么踩到点？很痛啊！推我吧，推回去一点，太远了。左说，帮我推回去一点。好走，好走，好走，受不了，现在太远了。这样怎么过去？这样怎么过去？可以了，这样怎么过去？郭忠彦，你要先过去啊。对啊，啊，林哥不行，你可以先过去，没关系啊。忠彦，你要让小花跑。好，这一次小心一点哦。哇，抱着你，你先把它弹起来。豆腐垫了，我瞬间变成是咸菜。哇，豆腐垫脚印比这个更脚印，我的豆腐都有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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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但是小花现在这个后面不太好看。哎，很小哎，小花，加油！行不行？回去，而且裤子拉一下下来。来，女生过，女生过，霍正奇受不了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先换女生先过。裤子太小件。哎，我叫秦佳琪姐，进一步，进一步。最后跌倒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佳琪姐，回来，佳琪来，啊，不要死。差最后一步，要重来，要重来。来，李玉书上，丁哥受不了了啦。丁哥，丁哥，丁哥。好，玉书，玉书，看能不能来帮他一下。现在由郭忠佑来顶住，先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玉书轻巧，玉书。好，丁哥在最后面拉人，来，燕总，这个时候靠你自己了。相信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丁哥再出，伸出他的右脚，抵住我。他说他不行了，我根本没办法。可以了，因为他裤子太紧。拉丁哥的手，居然把他扛过去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可以。啊，嘉欣姐重新来过了。我可以把燕卓给扛过去，已经算是功德一件了。好，郭忠佑跳过来之后，丁哥回来过关。哇，好厉害！这组最辛苦郭忠佑了。很累不累？哇！今天重心做完了，什么？这就是团队的这个重要性啊！没有错，郭忠佑，你这组虽然没赢，可是赢得我们尊重。是哇，因为那个燕卓太难运，他要滚圆筒又要抬一个圆筒，是很蛮难的。真的很累。几秒？179。是。等一下，他也赢得我们尊重啊！尊重。这一组起码要发2个铂金包。哎呀！对对对，你虽然没第一名，还是看很感动啊！谢谢哥哥，这两个通通是郭忠佑的。对，来，一起分，一起分。第二名的来，第二名有20个红包。来，美凤姐，请帮忙。凤姐，哎，哇，太厉害！棒，有运动精神。第一名有30个红包。30个。恭喜！6个铂金包。都让我们感人呐！真的象征了我们的名士，所有节目都打团体战，真的，这个才是象征团结力量大，这才厉害，打团体战，团结力量大。瓜哥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在干嘛？喊这个团结力量大。对，这个团结呢，就需要一个领头羊。哎，华晨，你是我们的指标哎。标哥果然是指标，对不对？说这个队员都玩完了，队长应该也要来身先士卒的。你刚刚也不看台，大家都对。不，加瓜哥，你这能耐开玩笑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可以，你都在健身运动啊？你这一整年来都健身不是吗？是，这倒也是。想当年金门大桥。哦。老师就在那，老师嘛，对啊，习惯习惯一下，那就不用怕啦。对啊，你们这样逼我是可以，没错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有我就一定要美凤。哎呦，可惜美凤不行啊，不好意思，没说不行。凤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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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不行，应该不行的。来，我们进行下一个。那凤姐讲话一下，你们刚刚在讲说领头羊瓜哥，瓜哥的时候，我的表情。他的表情就已经那个，不要吃，不用怕了，不要逞强，不行就不行，没关系，他可以的。凤姐不是也有在练瑜伽吗？对。哎呦！哦。啊，那 S I 哦 S I 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可以，那你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不能再搞胖子给我们了啊！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是胖子了。不会不会，那个刚有圆筒了嘛，起码现在还有瓦斯桶。那等一下，现在。就是说，我来挑，我们挑的那个支撑我，一起这样，对啊，是一组的哦，嗯，对，就是我江正凯教练，飞行的，对对对对，江正凯，对，还有认识一个 Brandon， 哎，这杨将，这两个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要杨将啊，对不对？杨将，对。有这两个我们就放心，我们就不用动他们抬过去就好了。不用担心，自己要动还是要动啊？还要再多一个女生啊？女生啊，我跟你讲，最近发现一个女生啊，她的挂可以抬100多公斤。哎呦，也有健身吗？蔡雅，蔡嘉珍，嘉珍，来来来，哇，那你会挑的呀？对，哦。你去挑水泥可惜了。等一下，你叫我们玩总这个目标，你一个85秒，一个100多秒，所以我们要挑战100多秒，对不对？挑战100多秒，你要挑战最好的成绩。没关系，我们加油。好，尽力。我们如果赢他们，也是一样6个铂金包。对，大家都有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位就位。策略呢，是因为大哥先来，大哥先跳下去之后。就会在红垫用劈腿的方式帮你们扶住。你要先这样，哇！我是领头羊，领头羊。我就在中间当桥梁。没听错，哇塞！然后第二个就榜 Terry 就来，也是稳住那个圆筒，一过去稳住圆筒，然后美凤姐来，我们一送过去，然后第四个 Brian 搬一搬就过去了，然后再把我扶过去，然后就蔡康跳呢，我再一估计大概61秒就结束了。哇！好厉害！棒式的方原理。哦。说了，赶快来准备了，准备了。第一棒，瓜哥，请准备。这么棒！金属翻腾跑跳碰。哦，有心吧，有心吧，有心吧。痛死了，瓜哥，现在准备要来做这个第二跳，棒式。他怎么头塞在那里面？这样怎么不行啊？会窒息啊！我说的没错吧？棒式在哪？哇，棒式好棒哦！棒式很瞄准的。真棒，瓜哥，你该用豆腐在洗脸了。棒子，还是 Terry 当桥好了。我就说他这一棒子会倒吧。哇， Brandon 都不会碰 Brandon， 我 Brandon 他当桥。身体好好。加油加油，来 Terry 控制住豆腐跟圆筒。你们在干嘛？真的，你的豆腐歪掉了，歪了。好，他们好像在打跆拳道一样。好了，凤姐要来了，先接凤姐啊，凤姐手给他。凤姐，你的脚如果会痛，可以踩 Brandon 的脚。哦，这个劈腿漂亮，还有来点学瑜伽，瑜伽的动作。哦，瑜伽来了，瑜伽来了，是猴子蛮不错的。对，猴子。走下去。哦，坐还可以坐着。哇，姿势好优美哦。教练教的很好。哦，现在说扶住我的肩膀，这个筋真的要超开。哇，站住！Brandon， 你上去推他一把，你赶快上去推他一下，补足，用力推一下，滚过去一点，哎，对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就是推他过去，加油，让一下，滚过去一点，现在是被 Terry 抱得不舒服，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过去，滚过去，我就不想上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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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以可以可以！可以有上。接下来这个考验不容易，要从我们的瓜哥，他刚刚踩在上面，非常生气啊，非常生气，因为脚痛。哎呀，大过年的。哦，瓜哥说他不是美国人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扛瓜哥。我是送金礼物给我。摔，他不是美凤姐，所以抱不过去啊，不一样，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要跳国标要下腰呢。加加珍，加珍先生，干脆让可以举100公斤的加珍先上。加珍，加珍也有在做重量训练，有，加珍，我加珍一下就跨到远方，然后就被扶过去了。不知道我拿麦克风过来。可以可以，瓜哥加油，瓜哥加油，最后一个关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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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扶一下，凤姐抓住瓜哥的手了，一跳 OK 了。好，剩两个年轻人应该没问题了，连滚带爬没有力气了，终于过关了。Good job。哇，不容易啊！你懂吗？你晚吹五秒哦，这样你也知道。晚吹五秒，要扣五秒。好好好，给他扣五秒回来。请问瓜哥他们这一组花了多少时间？中部啊，还没有讲啊，还没有讲。哎，建宏姐，你的印象哎，84秒。哪里？206秒扣五秒，201秒。来了，你的麦来了。我们有比第二组慢吗？慢了两倍，慢了两倍，201秒。我这次玩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好痛，好痛哦。我以前最不怕的。那个不讲脏话很难啊。真的很痛，我以前最不怕，可是这是好痛哦。真的。然后到这个呢，这个滚筒跟那个软垫真的有点辛苦，那个要跨过来真的很不稳。等下凤姐柔软度算很好啊，柔软度很好。我们大腿很有力耶。我可以提问个问题吗？因为我们刚看到了，就是Terry 一直扶着你的腰，然后你一直在那边扭动，是什么意思？是那个力气的。到他，我想他会滚动，他会跑啊！听得见他，他又在笑，就没力气。哦，又在笑哈。他至少后来我跳着过来，你到那边说你一定比我厉害一个豆像响。对啊，啊你但是我但是我有勇气拍第一棒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啊你第一棒嘛真搞呢，用头去那个洗面啊呢。他的想法是，我本来是要趴着，大家从我身上踩过去的。没有，对啊，我们牺牲自己，都牺牲。那你们的为什么都没有照做呢？因为我们舍不得啊，好可惜啊！要我一定来踩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刚坐在腿上的时候，他怕我跌下去，所以他很用力扶的，就跳。哎呀，大家都辛苦了，给美凤姐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哎呦，看见所有的艺人们，不分大牌还是小牌，人人都团结一心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名士第一发发发，果然是精彩无比啊！欣赏下一段更精彩的节目。Yeah!